戴小姐，他一个毛头小子，根本不懂如何商谈，让他做决定实在太过冒险。怎么，你是在质疑我的判断吗？啊，不不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楚明是我的师弟，我相信他的能力，你只管按我说的办就行。哼，我王微微在唐氏打拼多年，好不容易得到一次外出的机会，怎么能听从这个小子？得找个机会敲打他一番。哎呦，这个箱子好重啊。王姐，我来提吧。人呢，就该和行李一样，认清楚自己的位置，有些位置不是你能碰的。这大姐怎么对我有如此大的敌意？放心吧，王姐，我手机上有 GPS， 很清楚自己的定位。少在这儿油嘴滑舌，你要是办事也这么没谱的话，我一定会禀告大小姐。知道了知道了。王姐快走吧，飞机要起飞了。哎，这人怎么回事，这么宽敞的地方也能撞上我。头等舱就是不一样啊，地方真大。啊，楚明，好巧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？我是江默默啊，上次在我的演唱会我们见过的。哦，想起来了，你也要去东岳？嗯，没想到能在飞机上遇见你，真是太巧了。小心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就是腿有点软，起不来了。我们现在还位于平原区，气流颠簸不该如此频繁才对。前三连，坤六断，离中虚，是无气，这无门还真是阴魂不散。你先在这里等着，不要到处乱跑。喂，我去前面驾驶舱看看。喂，里面还好吗？飞机颠簸得很厉害。一切正常，这位乘客麻烦回到座位上去。楚明，你少给人家添乱，若是影响了航班飞行，可就麻烦了。面色发紫，乌气缠身，这是无门炼制的傀儡。既然被你识破了，那就不用藏了，去死吧。区区傀儡，少在这撒野。得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。你躲在这儿干嘛呢？啊，楚明，救命啊！给我滚开！楚明，你是楚明？给我躺下！那个空姐又站起来了。啊，试了我一圈，居然还能站起来。想杀我可没那么容易。狂妄，七圣神雷，邪魔显现，斩妖复邪，渡人万千，灭。这下应该真的没事了吧。嗯，那两个傀儡已经被我消灭了，我要去驾驶室看一下，希望机长没出什么事。机长先生，你怎么样？我很好，一定会按要求把你们安全送达地狱。定。还好我反应及时。阳气郁结，脉号离经，这是生魂离体之兆啊。警告警告，前方出现山体阻碍。完了，我可不会开飞机，得赶紧唤醒机长。阴阳二气，生死轮回，华金迎明，元灵散开。我这是怎么了？距离山体目标还有5000米。先别问那么多，赶紧开飞机啊。是。小姐，危险好像解除了。啊，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。体内的真气已经完全耗尽了，希望不要再出事端了。楚先生，多亏你及时叫醒我，不然真的要出大事了。这哪是叫醒你，
分明是替你重塑生魂，